冯元珍耳鸣听力受损，恐是肿瘤在作祟。我有很经常性的那个耳鸣的状况，听不到声音。才去耳鼻喉科看的话，我有中耳炎，还有中耳积水。压力大或者是生气的时候，其实会真的听不到。中耳炎。耳朵有积水，你可能就会听不太清楚。如果你中耳积水做单边的话，一定要确定你的鼻咽部有没有问题，会不会是有长肿瘤，叫鼻咽癌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